好，来看一下，今天我郎是噔噔噔噔噔，给大伙来一首《吞噬天地》啊。这个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曹操就说啊，这个夫英雄者啊，有这个吞吐天地之能啊。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吞噬天地的由来啊，非常厉害，对吧？龙腾于宇宙之间，潜如深海之内啊，什么之类的啊。好，那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三国志二》1v3 版啊。这里面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所有版本的1v3 版是什么意思呢？是吧？所有版本的1v3版就是一个人打三个人应该承受的怪，当然呢，在有某些时候呢，咱们的补给也是三个人的啊，所以说呢，肯定是要比原版要难得多。而这次呢，操作者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开小陈，给大伙表演的这个黄忠啊 ，1v3 版禁武器的一个一命啊，但是他在浪费时间啊，他在浪费时间，我们稍微快进一下啊，这个 1v3 版呢，其实感觉啊，对于这种绝顶高手来说确实是不难的啊。你像我玩那个什么，我看他们玩那个什么什么夏侯恩的复仇，然后二周目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肥仙版那叫什么版啊，那个这么说吧，最快的通关可能是3个小时50多分钟啊，你说那个咱咋看呢？那感觉就看不完啊，那个东西啊，你没法说啊。好，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他玩的呢是比较随意的啊。什么叫比较随意呢？就是说黄忠呢有几个特殊的这个玩法，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单 A 然后呢进行输出啊，因为 A 的速度快了之后，第三下啊是有这个连 A 的，所以说呢咱们很多菜鸟啊可以选择用连发工具啊。在这里呢跟大家伙说一下，连发工具并不是那么可耻的，对吧？因为我们的攻速就摆在那儿，它有一个攻速的这个阈值啊，以前我都是叫攻速阀值，我以为那字念阀啊，那字念阈啊，攻速阈值啊，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最快也就那么快了。我主要的目的是让它 A 出来，我这样的话，我节省摇杆或者节省键盘，它不香吗？我有那个必要吗？对吧？是不是啊？达人版一命，我现在没找着啊。如果有人投稿的话，是可以播的啊。好，可以看到这个叫这个叫李典的这个了。那咱们这个《三国志二》的这个罗马名字为什么叫盖斗？改度啊，名儿起的有点东西啊。好，小的时候很多人说不愿意捡这个火苗，认为捡这个火苗游戏会变难。但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啊？真要是说变难了啊，那你说那很多人就可以挑战了，他没有这个所谓的变难这个说法。杜如。必须有一首杜如。之前我们也解出了那个回马金枪的玩法，大伙知道吧？就是那个黄忠的摊分。黄忠应该是整个三国志啊最变态的人了，我觉得就是不算速通的话，这个人是最变态的啊。如果速通的话呢，你还得是人脑速通，还是说那个什么速通？如果说是人脑速通的话啊，可能黄忠也挺快。但如果说是 TAS 速通，目前好像是赵云最快，因为赵云那个伤害啊，就是打好了打满了特别离谱啊。明天应该是有拳皇比赛，就是这样的啊。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解说拳皇了，我再说一遍，能听见的人我再说一遍，不是我不解说拳皇，是拳皇没有一个值得让我解说的比赛。很多人说小狼，那你是不是飘了？人天天打，他们打他们的，我们要解说正规的这种大赛，或者说是大型的这种，对吧？都有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而不是小规模的这种，就是尤其是这个玩这个不带那个，这个玩那个不带这个，什么又怎么地了啊？或者这个又让了，那个又怎么地了？这咱就不掺和这个事儿啊。咱技术不好，咱也不玩，咱也不参赛，但是咱作为解说，咱就解说一点这个规模大一点的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好像是有老 K 啊，明天好像是有老 K 的这个擂台赛，所以说明天可以搞一手啊。好，我们看看这个一首赵家五虎。这个为什么叫赵家五虎啊？我就感觉这个姓赵的这个生的孩子啊，就所以这个赵家绝对是一个地主，很厉害啊。就厉害在哪儿呢？这个赵家五虎啊，就是生者魁梧，长相一模一样，但是肤色不一样。
据说这个赵家五呢，想当年被他们的父亲啊送到了很多地方去学艺啊，比如说那个黑不溜秋那个应该是叫赵楚是吧，还赵明啊，然后这个赵明呢是送到非洲去了，然后呢那个赵楚、赵深、赵雄啊，这帮人啊，这赵家五虎长得确实漂亮啊，真事儿。就这么一个，如果真的现实生活中有赵家五虎这个长相的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对吧，贴心的大叔。你小时候你看着这样的大叔，你肯定你会跟他说，说大叔你看我自行车那个闸坏了，你给我捏一捏，对吧。那大叔你看我家我水管子裂了啊，我也咱也不会呀、啊、我那保险丝烧了，大叔你帮我整一下，真事儿啊。你会发现他都会，而且非常热心肠的帮助你。这赵家五虎长得确实帅啊，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大汉，那街坊邻里之间肯定是啊，那都是那都是，对吧，那都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的，我跟你讲啊。好，其实这个赵家五虎啊有点对应什么呢，有点对应那个诸葛亮北伐不有一个韩德父子吗，啊，韩家五虎、啊、韩家五虎是有点东西的啊。赵贤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孔曹严华金卫陶香戚继尤许何李师张，是吧，我好像也就能背到这儿了。百家姓没什么好背的啊，我感觉就是这个前面几个还好点，后面呢就为了顺口了感觉啊。姓赵的很多人说为什么排第一啊，因为说百家姓最开始是宋朝，然后宋朝那个对吧，你姓赵不很正常吗，然后呢或者又有人说什么财神赵公明啊什么的啊，还有人说什么玉皇大帝姓赵啊，但是这个玉皇大帝又有人说姓张啊，这个又有人说没姓啊，就没法说啊。解说肥狼我感觉我跟你说啊，你们知道阻挡中国乐坛，阻挡中国乐坛啊最难的一个是什么吗，啊，就是因为这个给在中国咱们中国写中文歌曲太难了，写词儿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你为了把它整得押韵，因为你唱歌也得押韵啊，你为了它押韵，你这个歌词有的时候真没法写啊，写的没有深度吧，太俗，写的太有深度呢它还配合不上，对吧，它那个没有押韵，这个就你看那个日本韩国他们唱歌，对吧，就没那么押韵，不需要那么押韵啊，英文歌也差不多，但英文歌也有押韵的啊，因为英文也有押韵的这个点，但是相比咱们中文歌曲啊，中文歌曲是不押韵没法听，连听都听不了啊。好，看看这是这个 Noli Key， 为什么不叫萝莉 Key 啊。好，我感觉他在玩啊，他在秀，这个玩家比较逗啊。好，甩出了个包子啊，这关呢关底的是夏侯惇，咱们第一关是先是打李典，然后呢再打这个博望坡啊，博望坡这个夏侯惇，这个我就第一印象我就看特别像那个什么，就是老想起来那个谁啊，老想起来那个张震岳啊，其实还是就是当时挺还原的，其实当时游戏对这个文化界啊还是有很多输出的，对吧，成龙大哥变身春丽，还有那个什么超级学校霸王啊，那个张伟健那个时候是 C 位啊，然后刘德华什么张学友什么任达华这帮人给他当绿叶的，你想想当时张伟健确实牛逼的啊，虽然说现在人的地位也不是那么低。那这里面你再看这个旋风小子啊，我记得啊，旋风小子，对吧，这旋风小子里面咱该说不说，这个张震岳作为一个歌手啊，他演说句实话，他演这个反派演的还真挺好的，挺成功的啊，跟这个秦沛，也就是那个尔冬升的表弟吧啊，表弟还是表哥啊
好，感觉这个打这个夏侯惇可以随便打啊。你像高手玩这个游戏，他不紧不慢的，他根本就不着急的，你看，对吧？利用这个游戏的这个玩法，咱们有很多人玩这个游戏啊，特别着急。你看，他感觉他是在随便的在打这个 boss。这 boss 每次打死的话，如果用血杀的话也是一半啊，如果用下上特殊技的话应该是斩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黄忠呢也是打成一半了。其他人用下上的话是斩首啊，就直接只有把头打下来的。啊，这个地方摇的有没有对方快？不摇了啊，只是正常的通关，所以说不需要摇。如果是摊分的话，必须得摇了啊。珍珠就是胸小了点，你们说那个，当时看那个，旋风小子不就是看徐若瑄去了吗？真的，旋风小子就是看徐若瑄去了啊。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姨，就是，你们知道啊，有三种职业，啊，有三种职业，啊，是一般都很漂亮。哪三种职业呢？第一模特啊，模特就不用说了，首先人身材好。然后呢，一般长得也都不差，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是什么呢？空姐，因为呢，包括现在啊，这个空姐呢也是，这个比较高端的这种服务行业，是吧？虽然说是服务行业，但是服务的一般都是什么达官贵人呐，商旅精英啊，虽然说现在很多平民也进去了，但是呢，你懂的啊，当空姐的人你就必须得稍微好看一点啊，对吧？第三个职业呢就是护士，因为病人呢。需要一个良好的这个医疗环境。如果你护士长得好看，你看，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就可以好很多，什么夜勤病动啊，是吧？对吧？当然咱们不扯这个事儿。我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呢？我那个小姨，我小姨就是护士。那我那个小姨的闺蜜我也叫小姨啊，也是护士。她长得就像徐若瑄，她年轻的时候跟徐若瑄长得这么跟你说吧跟就是旋风小子里面那个徐若瑄几乎差不多。当然咱不得不承认，因为我们化妆技术可能没有人家好，所以说呢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真的是很像的啊。我小时候一看着这个小姨，我看着漂亮阿姨，我就一顿这个，对吧？彩虹屁啊，一顿彩虹屁啊，长得像那个旋风小子里面那个安妮啊，真事的啊。这个可不像啊，这个可不像那个什么，不像那个什么了啊，不像那个我说的那个什么我兄弟前女友了，这个没有啊，我说的是我小姨的闺蜜这个意思啊。主播，你现在主播，这主播你现在新兴行业，它不能算，你知道吗？好，我跟你说，美女非常多的啊。我狼的母亲虽然说谈不到是大美女，但是对吧，是吧，这个作为这个我姥姥家老三当年也是这个多多少少颇有姿色该说不说啊。当然呢，这个我们光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些我叫阿姨的人就是我叫姨也好叫那个什么婶儿，叫大娘什么都行。那你我因为我小的时候见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对吧，那他们的那个时候，我跟你讲，我认识好多就是不比明星差就是打扮也很潮可能就是也不会什么，当时也没有什么 PS， 也没有什么化妆师定妆师什么的所以说呢就是特别就是长得是好看，但是就是可能没有那个范儿没有明星那股劲儿吧那时候反正那时候这个我们的长辈一般来讲呢要比较迷一些这种什么像包括像什么赵雅芝到后期还有像什么李嘉欣，但是咱们说叫长辈也谈不上吧因为这个我是因为我的父母呢比较老我是当时是号召这个晚婚晚育对吧，优生优育，所以说呢我呢生的是比较晚的相反的你像我同学我发小这帮人的这个父母呢一般都比我父母要年轻个六七岁所以说就是这个情况明星是高秀敏嘛，高秀敏年轻的时候也有点东西
不是，咱这里嘛，咱不吹啊，咱不是，咱不是特意说这个去舔什么高秀敏老师啊，说怎么的，他绝对谈不上大美女，但是年轻的时候是可以的啊。就是这不像你，因为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好看，他老了他需要扮丑角，他需要扮丑，他特意要丑，像什么石榴姐啊，你像石榴姐，对吧？你这些人他，对吧？他以前都是很漂亮的啊，我风华绝代的石榴姐什么的，他特意扮丑啊，他特意把自己打造成这个样子啊，你不要想多了啊。对呀、啊，谢大脚以前可是演过《西游记》。不是演过水浒传啊，水浒传西游记是西游记后传啊，西游记后传里面有谢大脚，对不对？你看你现在感觉，哎，赵本山那个后面娶那个老婆，他那个小姨子，那、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科班毕业不说，对吧？啊，想当年是有点东西的啊。所以说啊，你总以为那什么，包括很多人看吴君如，这里我跟大伙说，吴君如你要跟那些港台一二线的明星比肯定是不太好比，但是呢吴君如你对吧，吴君如确实啊没有大伙想，他特意就扮丑嘛，他就要扮的稍微丑一点，因为他那个角色定位啊经常往这一定，但事实上吴君如呢也还行吧，就说难听点，让给你当老婆你肯定是捡着了啊，咱就不都不说别的这个事儿了啊，对吧？如果豆瓣评分满分十分，那吴君如最起码也得是七分多，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现在最狠的不是贾玲的事了啊，最狠的不是贾玲的事了，最狠是那个沙溢，还有这个沈腾，曾经都是校草啊，都是军艺校草，现在怎么说啊？现在虽然说其实还是帅，兄弟们啊，还是不磕碜啊，比如说沙溢确实也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对吧，帅哥的坯子啊，虽然说现在看起来老成了点，沈腾呢有点发福啊，但是就确实你能感觉到他年轻的时候肯定长得挺帅气的，对不对？比如说我狼，你看我现在啊好像不怎么样，对吧？但事实上一看我的脸就写满了故事，而且知道我十八九岁的时候，那可真是小伙子，当时讲究比较帅呆了啊，对吧？我谈不上我们校草，但是班草是有了，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啊。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不是你们什么啊，干啥啊？来的啊！我发现你们怎么说的？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是？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是？啊！对吧？啊！我不知道你的故事，但是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对吧？不行，啊，那不行，对吧？50万的工资，你一分都不能少，啊！能够同时收获卧龙跟凤雏。你们两位辅佐我啊，那应该放礼花庆祝一下，礼花这招绝了啊！啊，我没远见了啊，对吧？我小的时候确实长得还可以啊，就是可以，咱就实话实说，这个所谓的可以是真可以，因为我白，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啊。但我现在不胖啊，我现在说的难听点我还瘦呢，我一个35岁的大老爷们儿，我现在150斤，对吧，1.79米到1.8米的身高，对不对？没毛病啊，这个东西一点毛病都没有啊。那小的时候当时拍的那些小照片，哎，因为我是满族人啊，我还拍了一些那个小皇帝啊什么那种古代的照片啊，穿着那个那种像那个皇帝登基那时候穿的那种衣服，那小伙当时讲究比较帅呆了，咱实话实说啊。好，跟着走啊，一堆那个补，对于这关来说是所有新手的噩梦关啊，很多人就不会打这个白河啊，除了赵家五虎再加上那个曹仁，但其实没那么难啊。山30厘米长，矿泉水瓶那么粗，这个事儿
你们是不是不相信啊？说句实在话啊，这个谎话说了100次就是真的，知道吧？现在连我自己都怀疑我到底有，我可能真的是30厘米啊！拿了个自欺欺人尺量了一下，自欺欺人尺啊！啊，看看，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东西分人，这东西分人。比如说，你们现在看到自己的对象啊，尤其是处了那种3年5年的，或者是老婆，可能就正常，也就10来厘米，对吧？一个12、13厘米。但是你突然那看见一个你朝思暮想的那种啊那种角色啊，可能是你童年女神什么的，出现在你屏幕当中，然后直接就给你一手什么的，就是哎那个什么啊那个啊、早知道还是你对我好，今天晚上啊都是成年人了啊，对吧？我们出去喝点酒，然后呢我们对吧去看个电影，是不是？然后美美的到宾馆找一个大圆床啊，对吧？快点吧，别磨磨蹭蹭的啊，对吧？然后你对吧，你当时你18厘米了，真的，你当时就18厘米了，你在人家面前你把持不住自己了，对不对？这很正常啊，你看我帐下是否雄壮啊，啊，对不对？好，哎，感谢我们猪哥一手飞机，我突然看见一手飞机啊，不是，我已经好几天没看见飞机了，这玩意儿真想死我了，还得是我猪哥，真事儿，还得是我猪哥，哎。然后呢，当你去宾馆之后，然后呢，你这个童年女神一本正经的跟你说，你知道安利吗？你知道平安保险吗？你知道平安保险吗？啊，反正情况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啊。你们看不看过那个《赌城大战拉斯维加斯》《赌侠二之赌》，就那个刘德华、那个万梓良、渣渣辉，还有那个那个沈百祥，那里边那个王晶不是在那个荷里活啊？说白了，荷里活就是。还是他叫荷里活，咱们叫好莱坞啊，荷里活，他拍那个什么真刀真枪真军的那个美国 A 片，合法的啊，不打马赛克的，不打小方格的。这里面不有一个外国女人啊，还有一个外国男人，两个人拍，然后这个男的有点垂头丧气的，然后这个女的说啊，他性无能的啊，他没有用的。然后这个男的哎，然后突然就看见那个女的，就演那个女的，就上海的那女的，连体罗电影演那个跟扎拉辉演那个赌侠两赌圣2000，不是什么里面那个初恋剑雨里面演那个没那个做手术之前，没做那个换脸手术之前，那个杨子琼之前那个叫什么来着，林熙蕾，对，一看见林熙蕾一来直接就短一上天了啊，你知道吧？你这个东西啊，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东西你，你这个人是有潜力的，知道吧？啊，而且呢，对吧？人说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对吧？男胖短，女胖身，男女都胖要离婚啊。如果说你像我老二胖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达到30厘米，啊，我格局低了，那可能是我没远见了。但是我现在瘦了。你大概可能是31、32，你这个是因为可能是血压问题呀、啊，对吧？他可能这个我们的海绵体宝宝啊，对吧？啊，还有一些什么，哎，是吧？他就极度膨胀，啊，二次发育。你看这个是吧？这个都是，是咱对吧？咱都是给你讲科学讲道理，咱给你讲这个科学道理啊，对吧？就喜欢这个美式的小翻领，对不对？对吧？你就是让你的脖子不那么受束缚啊！分享怎么减肥的？你看我现在一口一口吃着花生，你就知道我现在不是在减肥，我在保持了啊！如果真减肥的话，不可能这么一口一口吃着花生的，知道吗？啊，就是给自己饿他个3-2个月呗，能憋死你吗？饿一饿呗，对吧？你保证自己的营养，
让自己不缺维生素，不缺钙，不缺微量元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就少吃，就饿，就是饿怎么办，睡不着觉怎么办，生睡，时间长胃小了就好了，然后多锻炼啊，今天一定要多吃一点，那你就一定要多锻炼啊，就是完事儿。时间一长你就像我这个逼样的啊，从一个210斤大胖子变成一个150斤的正常人啊，好，直接摔死，上回一级烫伤，下回要三级烫伤了，那总什么意思啊，发生什么事了啊，你这要接我老底儿。我们群里面最狠的一个图是啥，就上面这么个图，对吧，我不信除非用开水烫鸡鸡啊，我不信除非用开水烫鸡鸡，然后呢我烫了啊，这个那总见证过了啊，我去上海的那一年那总带我去洗澡啊，然后我刚进屋啊，十来个女的就进来了啊，我当时我真的我 sorry 啊，对吧，我不是这样人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浴池有这种服务啊，请你离我远点，我绝对是，对吧，然后当时咔就开始就白白的屁股是吧啊，然后我当时是看人真准，呵呵呵，不可能，我是那种人吗啊，我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啊，当然哎呦我操，这个还敲个锣，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啊，再以锣声结束，并且伴有一定的危险性，是吧，不是我，你不信，你这个事儿你就不信我，是吧，这个东西大家伙啊信，对吧，信则有，信则有之，不信则无，我狼这个为人大家伙都心里清楚，对吧，就算那当时有女人进我屋强行进来，我也会劝他从良，对吧，是这个意思啊，真三个无双六貂蝉怎么玩，不知道啊，没玩过啊，我只玩过真三无双四还有五，我个老不可能的啊，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啊，其实我跟你们讲过，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啊，就想当年在我们老家，那时候我们老家呢虽然说啊已经走向衰落啊，作为林业局啊这个已经没有这个砍伐任务了，但是呢就因为是这样啊，所以说呢我还是有这么一个设定，什么设定呢，就是说这个尾期也代表最后的辉煌，当时我们那边经济啊还有收入啊都还不错啊，就是因为那个物价也低啊，可以看到这是卡 boss 的玩法啊，确实赖，感谢我们的老宋啊，肉山赠送我狼了两手办卡啊，这个多多少少有点东西的啊，然后我去了之后呢不跟大伙说了吗，有一个人是我的同学，但是跟我处的关系一般化，他名字叫大千啊，姓什么呢我就不说了，因为挺糗的啊，他叫大千啊，这个人呢忠厚老实，但是呢还伴有一点邪恶，嘴里就是骚科，但是呢就是不会处对象也不会哄女孩啊，好像据说现在不知道啊，但是三年前还是一个处男啊，几十岁的人了啊，反正是这个意思，想当年啊，这帮人就想给他开瓢啊，不那个开包啊，不对啊，就那个意思啊，就想给他开包。然后呢，我们那个哥们儿啊，就花了当时啊，那是2010年的时候，给他花了200块钱，啊，找了一个啊小粉灯里边的妹子啊，因为小粉灯那时候是100块钱就可以搞一些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了。然后呢，他花了200块钱买你出台。你出来陪我们吃饭喝酒打豆豆啊，对吧，然后呢给他开了一个宾馆啊，然后跟他们喝完酒之后叫了这个女孩过去，这个女孩呢啊就跟他进屋了啊，我们就去唱歌去了，我们就继续，对吧，死了都要不连理禁止不痛快感情，对吧，这个啊，然后我们唱完唱着唱着吧，就是对吧，我这个哥们接到一个电话，就是那个女的打电话，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指纹解锁啊，都是那时候可能是都是诺基亚啊，有钱没文化都用诺基亚啊，然后还不是什么什么摩托罗拉的，打电话接，哎那个谁啊，那个你好哥，那个我是刚才那个你找我那个女的，我那个你哥们喝多了啊，喝多了要给我赎身啊，他
还要给我赎身，他要把他的钱包里的钱，还有他那金项链，还有那个手表全送给我。我那个哥们该说不说啊，自己呢挺励志的啊，赚了点小钱啊，给外面干个销售，一个月能赚个八九千，那个时候算不错的啊，我说实话啊，算不错的。然后呢，我也不敢要啊，对吧？我要了你们，对吧？你们也不能放过我啊，我也拿不踏实，你咋整？你说啊，我们就回去了，啊，我们就回去了，知道吧？回去之后，我一进宾馆，那哥们儿喝的不省人事，可能就是倒立就都能吐出来，哇，就整个那屋里面就真事儿啊，就那墙那床啊都让他抹的，就是那种。就吐完之后，那里面那天晚上喝的什么酒啊？啤酒、白酒，然后那个韩国烧酒、日本清酒，外加葡萄酒，啊，整了一个炸弹啊，那个叫深水炸弹啊，就直接喝的。当时喝的时候啊，我估计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秒钟就喝完了。然后喝多的时候，这人就懵了。其实他不喝多，他也懵啊。就是中国男人吧，有两件事非常神奇妙啊，就是啥呢？就是。一个呢就劝那个对吧这个下海女子从良，一个就是劝这个良家女子入海啊，就是愿意干这事儿，我咱不知道。他可能看那个妹子啊，可能你说出来不相信，大伙儿可能觉得很有点丧良心，但事实上那个妹子是18岁，真18岁啊，啊，多一岁没有，少一岁也不差，18岁啊，就是初中毕业就开始飘零在世界上，被男朋友骗来的啊，我再说一遍，是被男朋友骗来的啊，就跟那个戴眼镜那个跟那个谁似的啊，跟那个张柏芝，就是那个喜剧之王里面那个就是啊，我对啊对吧，你不让我出去卖去吗？对呀、啊、你不出去卖我哪有钱养你啊，就那种感觉啊，哎，就是大概是这个剧情啊，大概就是这个剧情。然后这完事儿的钱花了，这女的说你看那怎么办，那个钱我也退不了了，都给老板了，老板又有提成了，我赚提成钱，那我也不能白来一趟啊，那你看咋整啊？然后呢，好了，夏侯恩啊，这夏侯恩，你看背一个剑啊，然后呢，这个对吧？我狼啊，还有我狼那个哥们儿啊，叫小文啊，就是男的啊，叫美文啊，长得挺帅的，他呢就把这个女的领走了，然后非得拉着我去啊，然后呢，好，那么看一下这边黄忠啊，这边黄忠呢是开始秀这个胖子。其实《三国志二》啊这个游戏呢特别，我他妈的你们连一手办卡都不给我，你们免费白嫖啊啊！一天天的听个故事，对不对啊？你多多少少你把那个荧光棒什么弱鸡什么的给我，我多多少少能给你多讲一点啊。这是都付费环节的啊，你这他妈的一天天的赖赖的啊！你这都是咱都是跟教你学习先辉的社会经验，你们一天天的是不是啊，一点对吧，那讲故事到关键时刻还给掐了，这个转付费了知道吧，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很多人说你说我是乱讲的，我可不是乱讲的啊，后来呢剧情是真的是给他领走了啊，领到那个哪儿，领到那个这个一个叫阳光旅店啊，真的是旅店啊，那时候咱也说宾馆旅店。然后呢我这个小文啊就看这个妹子吧，当时我们叫妹子不亏啊，因为我们也就23、24岁嘛，25、26岁，然后就给他对吧就给拽到屋里了啊，拽到屋里之后呢，咱这个东西咱他可能他玩的也没那么大，他也不支持说什么啊对吧，然后呢就这个意思啊，嗯，好，感谢我们的嘟小嘴儿，你看看，这是纯哥们儿啊！你直接一手办卡，你这，你最起码咱有个态度啊，对不对？你让我讲就有动力，你以后我再让我讲，我他妈才不讲呢，对不对？你这以后让我再讲，我咋讲啊？啊，我怎么讲？啊，对不对？没法讲的，你以后再让我讲，你们可真的是丧良心了啊！就这个意思，那多人运动是肯定不能运动的。然后呢我这个玩老板呢对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大概呢加脱衣服加干什么呢，可能有个8-9分钟吧啊，然后呢出来了又开始点一根烟，然后呢我说完了啊，我说完了，他说啊完了，我说这就完了啊，这个啊，他说完了，我说那完了走吧，他说他说他不想走，我说为啥不想走，我说他爱上你了还是咋的，他说不是，他说他
他看你挺好的啊，他说他看我挺好的，就是我兰儿啊，他说那个你看你要不你进去陪陪他吧，他说他也挺寂寞的啥的啊，就跟我唠这个嗑，我哪有功夫干这个事儿啊，对吧，我对吧，我一看哦，原来是昨天有两个年轻人，一个体重80公斤，一个体重90多公斤，卡巴说，哎，说那个这个帅哥啊，那个我呢对吧，看你们人挺好的啊，这个你看能不能处个对象啥的，我说你刚跟我哥们儿搞了一些只有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然后你跟我要处对象啊，他说那咱俩可以处一个小时的对象啊，对吧，好，感谢我们的顶配五菱宏光，以及我们的 Fuckerless， 以及我们的我狼霸气，一人赠送的一手办卡啊，然后我就跟他处了35分钟的对象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嗯，大概就这个情况啊。噔噔噔噔噔噔，不是，我跟你说还有后续，还有后续。说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呐，然后呢电话呢又不想留，怕那个干扰对方生活嘛，对不对？他呢就留了一手 QQ， 第二天呢 QQ 呢跟我还有我那个哥们留言说要借钱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啊，你们懂的啊。这玩意儿都是故事啊。你不信我35分钟，我那个时候年轻，好吧，我那时候年轻，我如果现在的话别说30-50分钟，我3-5个小时也干得起啊，我跟你讲啊，你说我是乱讲的，我可不是乱讲的啊，啊，你咱直播间里有女粉啊，不用咱们大伙看我的面相，你一看我这个人就知道啊，咱该说不说的啊，嗯，说来说去就是套路钱嘛，这事确实是啊，对吧，啊，很多人说时间到了怎么办啊，不用怕，我们还有前列腺，这个游戏啊，时间到了咱们不会轻易的死啊，时间到的话呢咱们只是慢慢的废血，只有在最后一丝血的时候才会死，血杀就可以，哎呦我操，血杀这么点血的，我操，一箭直接半个肩膀射掉了，这什么箭呢，这都是切割箭，都是啊，当当当当，好，但是这曹操的这个木像做的还挺真实的，最可爱，最狠的还能走啊，这个曹操的像还能走，而且是滑着走，时间到了家中，我跟你们讲啊，这个说句实在话啊，咱没有说歧视各种职业的这个东西，现在呢你比如说 KTV 吧，比如说现在这个 KTV 啊，这个有很多这种公主吧，你们说这个公主算是违法职业吗？很显然不算，但是呢你觉得是正当职业吗？肯定不是，对啊，那怎么说呢，对不对，这就没法说了啊，啊，你说公主啊，我们管这个叫，还有叫坐台小姐啊，飞台啊，飞台就是甚至有的地方没有是常住的，得从外面叫，对吧，难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色情交易的，真的啊，男的叫公主，女的叫少爷啊，不，女的叫公主，男的叫少爷啊，说错了啊，只给几个人唱歌，他妈的，你去 KTV 叫公主，然后让公主陪你唱歌，你好像脑瓜让驴踢了，我再说一遍啊，去 KTV 叫公主，
然后让公主陪你唱歌，服了啊！你不是让公主给你遛遛鸟什么的吗？你们大伙知道什么叫遛鸟吗？啊？对不起，先生，我们是卖艺不卖身的，10万，对吧？这个世界上讲实力是没有用的啊！我给他10万，他就要躺下；我给，对吧？我给他女人10万，也一样要躺下吧？啊！浩南，成大事，记住3件事啊！钞票。钞票，还他妈的叫钞票啊！二十公这是蛮老干的啊，这不叫老干啊！我玩完了之后不给钱就不叫卖了，太狠了啊！不给钱就不算卖了，太赖了啊！前天我去哈尔滨，然后呢住宾馆。然后宾馆里还有小卡片了啊，还有小卡片了，咱也不知道这小卡片这帮人逼逼赖赖的啊。啥时候打王者？我刚才打王者了，我刚才王者啊，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玩了4把，然后4连胜，4把 MVP， 4个金牌，太强了啊！无敌的都是。好，来看看，10万不如给主播刷火箭呢。哎，这个龙虾，我操，是奥龙啊！奥龙啊，多少星了？没有，我刚才玩的是给人代练，我那个大号这两天没玩啊。哎呦我去，这个花式躲流星锤啊，铁针肥肥，这铁针肥肥是真的狠啊。小卡片都不是假的，我跟你们讲啊，说句实在话啊，这个咱该说不说啊，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啊，都是来源于生活。有的时候吧，你们感觉我狼是吹牛逼的，但它恰恰是真事儿。有的时候呢，你们感觉是真事儿，那可能恰恰是我听别人的故事，是别人发生的故事啊，不是我。所以说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到真实真亦假，真到假实假亦真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就完事儿吧啊。所以说，这个人生活在世间，有很多事儿你理解不了啊。啊，当你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完了啊？什么人都有的啊。卡片上写的啥？按摩保健情感陪护啊，一对一按摩辅导，这个对吧？守护你的前列腺，对吧？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啊？小卡片学英语的，我也想学外语啊，我也想学外语，我操，泰森的弟弟叫太狠的啊。想起了前女友，我想起了兄弟的前女友，怎么说啊？好，一顿走位啊！这个赵家五虎，你看这个黑色的这个人叫赵明，啊 ，Yes sir, Yes 太什么玩意儿？这个 OK 什么太啊？这名起的。这老头打得太墨迹了，其实谈不上墨迹。你们要看刷分的话，其实是墨迹啊；摊分的话，是真的墨迹。咱们这个还不用剑啊，不用武器的，正常你可以拿这个什么圣剑什么的啊。好，辽神是这个辽神叫什么 KUBLAI 什么大看
砍，咔不咔不来，大砍，什么玩意儿？这罗马了，罗马音，罗马音，这什么玩意儿都知道。好，皮尔卡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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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哎。这个名字就是棒吧，狼牙棒加盾呗。你说那个铁蹄子咕噜是那个啥？铁蹄子咕噜是那个，应该是那个夏侯惇那个《三国战记》里夏侯惇拿的那个啊。理查德泰森，太狠了。哎，这招其实最狠啊，下跳压起身然后下上手，这黄忠经典武器。时间够吗？够的啊。时间的话呢，就算时间到了，你满血你还可以，你废还得废个二三十秒吧啊。摊分主要的玩法就是你回马金枪的时候不能失误，回马金枪失误，那最后结算的时候，你要知道啊，我说的最后是真的，你通关之后还有一个结算，那个尤为重要啊。那个通关最后结算也是你通关之后剩余的秒数，比如说99，对吧？你要回马金枪失误了，那就难受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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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这都开始道德绑架了，我哪可没道德绑架啊，不道德绑架的啊。好，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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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摇，哎呦我去，终于练必杀了啊，这个张辽有点东西了啊。张辽也作为 SSR 武将啊，天生对吴军就有超级克制。噔噔噔噔噔，回马金枪为什么一定要零？为什么一定要零秒？然后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再克，就你必须要死，但你死了之后会重置时间。你看到零秒了不会死啊？这张辽直接给砍成两半了，这服了啊！噔噔噔噔。想想这个 1v3 版看起来没那么难啊，当然咱们玩的确实是 1v3， 并且是最高难度的版本，咱们玩普通版本咱都没法进行这个一命啊，就感觉好像特别难，一臂都很难啊，我狼肯定不行，但是呢人家玩 1v3 版照样随便，这个就是对游戏的理解啊，已经对吧，随随便便了啊。一顿射，为什么这个肥肥是绿帽子的啊？肥肥，嗯，他为什么非得摔小兵？他在秀啊！哎呦我操，一个后我去、啊！三连射，这是黄忠最强的技能啊！三连射的话，其实骑马黄忠还有那个马上发波啊，马上发波也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达人版没见识过啊，达人版这个我就得找高手来玩，他玩然后呢我们去解说的啊，可以这样的啊。什么是 1v3？1v3 就是 1v3 呗。1v3 这个事儿还要再解说，我感觉好像从来没看过小狼直播一样啊。哎呦这个小妹子，哎这小妹子长真好看，现实生活中真的像这种美女啊拿出来打仗真不可惜了了，真的啊、嗯、
我狼吹牛逼 S 级吧，那不能这么说，有很多人比我还能胡诌的，我吹牛逼不是 S 级，因为我不会吹牛，我说的都是真的，对吧？我吹牛的本事差，但是我见过会吹牛的，他会吹牛的人啊，他不是说口才有多溜，他是吹的是让你信了，那才是真正的吹牛，他说的你信了要死啊。哎，这看出来难度了啊，最后一滴血，哎呀我去，这个多多少少有点东西了啊，一个小妹儿，你那个你妹子，你随随便便身上为什么要带一盘大包子呢啊，瞬间就黄忠于水火啊，对吧？他这个包子是叉烧包，黄忠最爱吃的广东包，对吧？酸菜馅的，芹菜馅的，牛肉萝卜的，对不对？白菜馅的，猪肉茴香的，对吧？这太强了啊。我从没见过像你一样如此会吹牛之人，我这个不叫吹，说句实话啊，真正吹牛的人啊，他是说完让别人信了，并且人家信完之后能给他自己带来好处的，比如说啊，给他投资啊，或者是什么庞氏骗局啊，或者说是说白了，我吹完之后呢，对吧？你信了，然后咱们以前合作啊，吹牛逼呢其实是一种本事。我记得最开始啊，我们管这个很多大型的网站叫门户网站，当时有什么搜狐啊、新浪啊，啊对吧？还有像什么很多这种所谓的门户网站啊，就是说非常厉害的。那这些网站现在不咱们不管怎么样了啊，然后网络的形式呢已经一边倒了，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21个年头了，对吧？啊，1999年也可以算得上嘛。然后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现在这帮人啊，咱们就说这帮人啊，无论他怎么样，你会发现呢，就是最开始咱们拿着这个东西，这个都说最开始他们都说自己是啊什么门户网站，第一门户网站，用户量第一，浏览量第一。你像有的人打广告，不要个逼脸。我那个时候，我记得2014年啊，刚刚看那个《欢乐喜剧人》，然后呢，就中间的广告就是7亿人都在看的快手 APP。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7亿人在看，但是想当年，别说7个亿，我感觉1个亿都没有啊。我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懂我说的，反正这个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就吹呗，这玩意都是吹，你知道吗？都是吹，都是吹。没有不吹的啊，你这不吹不行，你包括那个都说自己是第一直播平台，对吧？当时斗鱼、虎牙、熊猫，那时候还有什么火猫、战旗啊，对吧？什么乱码七糟，现在千波大战都已经嘎逼打了，对吧？想当年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网站的啊。就是得吹牛啊，吹完得信了得有好处。我狼吹了这么半天牛，我说难听点，对吧？这没有什么礼物嘛，对不对？对吧？就是没有 get 到点。如果我说啊，大伙现在啊，这个给我加我微信，给我转红包啊，比如说你给我转啊多少多少红包，我就在线教学你怎么撩妹啊，教给你怎么，对吧？哎。啊，对吧？你信不信？成不成功？行不行？你先把钱赚了，你这咋整？你说对不对啊？还是那个意思啊。91小狼在线指导教学，如何教你？操！对吧？这个我有时候有一些智商税啊，兄弟们啊，真有智商税的。操！教你如何 PUA 人是吗？啊，赖逼啊！嘟。哇，天天快播减，哎，我减肥真的可以做内容的啊！现在吧，很多人减肥吧，我跟你们讲，真正减肥呢，一个人想要减肥，光凭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说难听点，想当年父母让你好好学习，对吧？不让你玩游戏机，不让你看一些什么小说啊，谈对象啊，或者说是玩一些什么别的项目啊，甚至是那个可能说是这个就是不愿意学。你自己知道，你好好学。咱不能说一定是清华北大，当然考一个本科啊，考一个重本不一定，但是考一个本科，考一个一表肯定是没问题的，兄弟们。而且父母给你提供的学习条件也非常好，不行也给你补习，把最好的吃的学的都交给你了。但你为什么考不上呢？就是因为自己的意志力的问题啊，就是意志力的问题啊。所以说很多人考上了像什么专科学校，甚至是辍学不上了，对吧？等他
等他甚至有一些人他就是不上学他也能当老板，他也能对吧做大事儿，他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牛逼啊，对吧，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嘛啊。所以说啊，你知道怎么回事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当你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啊就行。减肥也是这样的，对吧，你知道方法其实就是少吃多运动，你知道方法，但是呢你为什么哎呀那小狼他是这么减的，你怎么又快又迅速，或者说是你不反弹你怎么怎么样，哎呀妈呀，问这些人的问题的人嘛，我都觉得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兄弟们啊，这个东西也没法说啊。好，我就记得你教的两层避孕套那个小妙招了，那个不是那是山鸡教你的吗？啊，对吧？啊，对吧？你老实说，有没有跟我女儿上床？那个上归上，要记得带套嘛。啊啊，那伯父，伯父，我们每次都有带的啊，还带两个呢，两个怎么够啊？啊，最狠的是，如果这句话可以这么接，两个怎么够啊？我要二十个。太狠了啊，爆头啊，找小姐这就极度空虚，你们去那个 PC， 你们去 PC 你们没发现吗，你们去 PC 你不觉得对吧非常空虚吗，无论你找钱找的当时还是找之后，不觉得非常空虚吗？嗯，哦好，徐晃，哎呦我的这个玩法挺狠啊，背对着他之后呢跳起来跳 A 打两点。PC 是啥 ?PC 就是 ,PC 是啥不知道吗 ?PC。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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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黄忠这个杯完事之后跳过去，这个杯啊，这招像不像那个，像不像王者荣耀里边哪吒那个二技能啊？可以练一手哪吒啊，一手黄刀哪吒，脆皮噩梦啊，黄刀哪吒，然后出这个肉装，然后第一手出那个什么，出那个连那个红莲斗篷，然后加红莲斗篷加黄刀真实伤害。外加自身的烫的伤害啊，三种伤害往上一加啊，牛逼的要死。PC 嘛，荒野大嫖客啊，好。这个版本如果能一命啊，那我感觉正版随便玩啊。嗯、哎呦我去，他拿那个刀捅的位置都非常猥琐的啊。时间不够，血来凑啊！我都反复说了，反复横跳了一百多遍了，时间不够，血来凑，对吧？你懂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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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嗯，感觉打血还是蛮少的。其实最好的输出就是 AAA， 对吧？其实摔其实也可以的啊。Hurry up！很多人说为什么他不 A 两刀？你看啊，压制起身。嗯，其实感觉你看好，时间到了之后我们看看零秒啊、嗯、然后血是慢慢废的，你看啊，这个血是慢慢废的，随随便便啊，嗯，下上，哎，为什么摔死了啊？下上的话呢是有一个那个是有一个打碎的一个结果啊。一个小 logo，
太狠了啊。好，第九关华容道，这是最后一个环节啊。我操，这两个猪，华容道是怎么用口猪？哎呦我天，毒！这些小兵都累屁了啊！这小兵，你看铁针一站起来，头上拿个这把大头锤，啊，这个武器啊，啊，咋？哎，他是进，按理说是进武器的，大哥。操他！其实进不进都已经，他虽然说还是用了啊，虽然说还是用了，但是呢，就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武器有多烂，不过这个武器是拿不到那个最后的啊。这武器是拿不到最后的啊！他妈的，这个草剃剑啊，这是最猛的剑，我们小时候叫草猛剑。他妈的，他这手进武器他用了啊！其实不用咱也知道，也没多难啊。而且一会儿到那个吕布那儿就会直接的扔掉啊。到吕布那儿有一把倚天剑，这全程都没有武器，然后这他妈进了一手啊！哎，这是哎，大哥，你跟那小兵有仇吗？操能别磨叽了，我都看不下去了，这是真磨叽这人啊，磨叽死了，我操。好了，武器扔了，你看这没有武器了啊。草鸡剑，小时候都叫草雉剑是吗？说句实在话，确实可以叫草雉剑，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雉跟那个字挺像，但是呢它确实是，对吧，又叫草猛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字念猛啊，其实就是草剃啊，那个是剃。他妈的，他们把日本人他愿意做这玩意儿啊，把这东西加进去了啊。好，一个炸，直接炸掉了浮桥，赵家五虎。草鸡剑。草鸡剑，最狠的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什么细龟的，好像是广东人嘛，他管这个草剃精叫什么，叫草鸡精，草精精，草鸡鸡啊什么的，太嘚了啊。村正是春雨正国是吧，这些刀啊，我的赵家五虎集齐了四个人愣是没贴不了身，你看正是贴不了身啊！赵家五虎，五个人全了，看不见。哎，赵楚、赵申、赵明、赵雄，还有赵什么？啊，每次我都想不起来啊！这赵家五虎这名字非常嘎咕啊！呀！呀、yeah, 赵四儿啊，赵锤，对对对，赵锤啊，没赵锤赵楚啊，这赵锤赵楚赵明赵雄赵申赵家五虎赵锤。赵云没来，赵四儿走，赵本山，嗯，刘能，刘能，一切皆有可能，哎操，真的啊，真心醉了，嗯，好，地下有把倚天剑啊，这个剑就是倚天剑，他妈说的是禁武器啊，结果还是用了。倚天，倚天剑，青钢剑，然后，雌雄双股剑，魔鱼战没有，没有人打啊。广西五虎不认识，说广西五虎是谁不知道啊。好，来看看三美，然后加吕布，对吧，
明公为主将，不复之，对吧？何愁大事不定？玄德公以为如何呀？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什么？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回出去，啊！一死以后，消瘦。奸贼！啊，你忘了辕门射戟吗？啊？不知道广西五虎是谁啊？啊？吕布，这个吕布的蒙古名字叫成吉思汗是吗？那个成吉思汗那个歌挺好听的啊，那个歌好像是德国的一个乐队，就是唱那个莫斯科莫斯科夜里去的灯明般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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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就那个乐队，另外一首歌叫《成吉思汗》啊。何时排第六？何老六是吗？当年我跟他说，这何老六外号不是我起的，六赛点吗？吕布这个剑是那个传奇里面那个凝霜啊，土鸡马犬插标卖手颜良文丑，感觉那个袁绍后期的时候就是命啊，感觉妈的可爱那个人啊。时间不够吧？什么？你们到现在老有人问时间不够的，时间不够他有血呀，对吧？时间不够有血呀，我可以慢慢费血的呀，怎么就不够呢？啊！我减了多久？瘦了50斤。这么说吧，我用了80天瘦了50斤，然后呢，我一直7个月没有继续减，这7个月期间我一直保持自己就是160斤。然后呢，2个月前我突然啊觉得减得不太爽，然后呢我就又减了10斤啊，大哥这血是不是不够了？我操，有个小包子。哎，有个小包子啊，非要玩心跳啊，非要玩心跳。直接扔死。他知道那个怪一定会给爆一个补的。但是呢，他怎么也没想到就给了一个小包子啊。我现在一共减了60斤啊，一共是现在是150斤了，啊，好，选择杀，就曹操10来秒钟的时间给他杀死了啊，啊，这一下华容道把曹操杀了，怎么说啊？来，那个我们的纳总啊，你要跟我一起减吗？我教你怎么减。啊，我教你剪，这打法很包啊，确实是啊。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我们的开小神给大家伙表演这么一个，算是1v3戏耍 boss 的一个教程吧啊。这个黄忠啊，他不是说打得慢，他想打得快啊，他要用力，1秒钟就可以把这个怪打死，懂什么意思吧啊？所以说全程在教大家伙怎么戏耍 boss， 确实玩挺龟的。不过他龟不是为了这个减少难度。他归不是为了减少难度，为什么有个人叫百度呢啊？你看有个人叫百度啊，214斤，我也是210斤开始减的，80天减了50斤，160我已经很瘦了，然后我又减了10斤，然后现在正在练腹肌啊，怎么说啊？好。
好的，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郎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郎。我们就下期再见吧。